轮播向水板头，这个部落不大，不过已经被客委会列为客家十二大节庆的活动地点之一。原因就是因为夜暗去活动相当特色。从点火点到了后，跟随着观音佛祖神轿开始游踪，这活动吸引了不少人来参加，包括两位老建国、两位馆长参选人，也够一座民意代表马龙来加入。咱这夜灯会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讲吼，展现着咱石安溪的团结吼，来保护咱这个家园吼，吼把咱这个家园团结来保护起来，卖去让外地来侵蚀吼，这是咱传统以来的咱的石安溪的精神，就是踮咧夜灯会守护咱的家园。啦，这七八年来办，会用采讲非常的啊，这个热闹啊，真济人啊，咱这个出外这个。是谁拢有回来啊？庆中秋，甚至啊，大咱许多人啊，祝个中秋节快乐啊！会使讲啊，这今年啊，拢已经办一届啊，中秋节就是咱最源头者。今年台湾真无平静，有摔飞机，冒大爆炸，因此主办单位伫夜暗庆进行，特别身体台湾祈福，和民众含贵宾捧着蜡烛，献上因的关怀甲祝福。因为吼，今年吼，拄着甲猪年吼，拄着这个闰月年，啊，拄着牛年较无好，吼啊。进前阁拄到咱台湾的空难，吼，啊，迄个澎湖空难，啊，阁咱的高雄气爆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阮今年即办借着即股的祈福活动，吼，想咧来想来办即个为台湾来祈福，吼，甲咱的祝福传承到吼每台湾每一个角落，啊，所以讲，阮就借用做即个台湾的地图，啊，甲咱的祈福灯排满了整个台湾，让我们的祈福传递到台湾每个角落，这样。中秋暗暝，月亮特别光，也特别有感情。一挂路过子弟嘛，特别欢迎来参加这场夜暗景，和这个小钟头又搁再留一天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。